监管暴露心态，别忘了谁说的，单身宝贝说的。主要是我没有感染，换成寄生了。哎呦喂，先知吃了刀，警官娘你先说了吧，我去支援了。半道捡个电机，开完再救人吧。先知你挺住，我来了。时间来不及了，不管无人了。这无人放哪去了？我咋没看到？要赶紧救人，准备再扛一刀。哎呀哥，还是没扛着，将要开通道了，那你们快跑！臭杰克，有本事冲我来呀！这咋整啊？算了，支援去，想办法引走杰克。哎呦呵，自己上钩了，嘿嘿，必然走起。这改成香香妹子了。哎呦喂，香香妹子倒了，我得救人呀！我去地下室，有点难搞呀，看不惯了，赶紧救！不行，先躲一下屋里。这个鸟给抢了，我去，都倒霉了，赶紧扛刀！都没扛着，就要准备再救一次。妈呀，咱回去了，这家通道也没了，出不来了。嘿，咱直接把电机开了。那算了，我还是去开大门吧。呀，现在居然被放倒了，好像红雁快要没了。走走，救人去。这屋里也该打着我，开啥玩笑？哟呵，我站这儿别围挡，啥意思？那我可救人喽。不好，这先是没跑两步又倒了，这人救的有点失败呀。结果吧，赶紧拉板。妈呀，被骗了，吃了一刀无刃，赶紧溜。我去，这船过来了，赶紧弹个护肘，完了撞墙了。这